音乐，起。昨天是中元节，也就是所说的那个鬼节。我们跟奥迪姐姐，我们住在了古格王朝的遗址下面。你现在想想，有没有那个感觉？有。不要紧啊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去年呢，我去到了古格王朝遗址上面，然后呢，拍了一个很正经的视频，所以今天我们就不去那儿了。我已经忽悠王能能，我们去藏尸洞感受一下。走，我们这也是故地重游啊！来，给我们果汁打个卡。怎么害怕点啊？耶！耶！简直就是两个世界，这边一片荒芜寸草不生，这边养育了一片绿洲，就是这片绿洲养育了古格王朝原来的人。哇哦，你看人家走这两步多优雅。果汁走，你在前面带路啊，你带路我安心。这家路依然是这么的窄，哇，这沙棘好茂密啊，小心点啊，你们俩都小心点啊。哎呦，有点滑。越来越窄，然后走在这儿，在前面带路。啊，到了，这，左边墙上这个洞。这个啊？啊。这么小啊？来，我邀请你第一个上，好不好？它是口小，里面很大。你闻见了吗？没有啊。你这闻不到，你怕洞口，很痛的。我去年差点给我恶心吐了，但是我没想到这有一个迎宾怎么这么高大呀。你是新来的，你先上。走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哇，里面全部都是，哇，闻到了吧？哎，我的妈！我去年就这样，差点吐出来。你们问我什么味道？我还尝试。哎呀，到这儿都开始有了，到这儿都开始冲了。我就不去了，我虽然有鼻炎啊，但是我这个鼻子可灵敏啊，这个味儿真的能把我恶心吐。走，上去看一下啊，我已经闻到味儿了。里面有很多人放的钱。哦，天哪！里面最里面，你现在还能看到这些苍蝇啊、虫子啊在飞。这边能看到脊椎骨、大棒骨，就是那大腿骨类似的这些东西。啊、哦，天哪！我受不了了，我要下去了。他们有人进去吗？有人进去过。这里面还有更大的空间吗？有30嘛，里面有20多平总共，然后30，对，然后总共有两三层的尸体。嗯，再进去瞄一眼。你悠着点啊。不会。王东东带着这个。小侄儿。这谁进去？谁能进去啊？是不是超级恶心？太冲了！我刚想把头伸进去。不行！这个现在最疑惑的地方就是说，这个地方这么干燥，嗯，按道理它早就应该挥发的变成干尸啊，一点味道都没有了，对吧？但是它现在一直都是这么按道理说的，最起码几百年了，还一直有这种腐臭的味道。太冲了，我们果汁这次胆子大了呀，上次都不敢靠近，这次哎呀溜的，来过的狗就是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拍我了，等一下，人家直播间的人恶心呢，都走这么远了，王东东还缓不过来那个味儿。哎呀，这又有乱说的了，我跟你说。